周深给我们带来经典歌曲的全新演绎。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全城最有爱电台 Love Radio 103.7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王冠。各位晚上好，我是来自 Love Radio 103.7的主持人张明。各位晚上好，我是来自 Love Radio 103.7的主持人杨永清。各位晚上好，我是来自于 Love Radio 103.7的主持人卢卡斯。
致敬经典的旋律，纯享灵动的声音，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爱金曲。那今年呢，我们这个金曲颁奖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年头了。其实在去年呢，我们的这个音乐盛典的舞台上出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金曲。那今年我们的这个金曲的投票呢，在历时半年，从三月份开始，从103首金曲当中最后票选出20首年度金曲。没错，今晚我们将延续最爱金曲榜的优良传统，不仅为优秀的歌手们颁发奖项，也会向歌曲背后的词曲作者们致敬。是的，对于今天不能够在梅奔现场观看我们盛典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包括优酷音乐收看视频直播。接下来上场的第一位表演嘉宾，我觉得真的是暴露年龄的时刻到了。如果音乐响起，你可以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说明你曾经年轻过。让我们掌声有请邰正宵给我们带来《千纸鹤》999朵玫瑰。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纸鹤，这一千个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夜难眠，往事忽隐忽现，心在痛，对你越陷越深。这一千对纸鹤，这一千个心愿，梦醒后情愿不再飘零。我的心不后悔，彻彻夜夜都是为了你。我的泪就站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大家好，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对纸鹤，这一千个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我的心不后悔，这些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就站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一起来，我的心不后悔，这些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就站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千纸鹤，千份情在风里飞。
各位在上海的朋友，各位 Lov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哦，今天晚上我很想为大家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欢迎会场的朋友陪我大声的合唱。999的玫瑰送给你。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世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已碎，花事湮灭。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已碎，花事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已碎，花事湮灭，千梦万事已碎，花事湮灭，千梦万事已碎，花事湮灭。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谢谢你们，祝福大家，谢谢。好，非常谢谢邰正宵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哈。好，现场的朋友们，其实呢，在华语歌坛啊，我们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歌手，除了邰正宵数字歌手，我们还有一位歌手号称 Pop 女王。说起他，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改变过，他的情歌不缺落寞，又从来没那么简单。我们掌声欢迎黄小琥。
许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相看，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人，全不看变了时机，也许好也许坏的一半，不爱孤单你就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束缚我在沙发里，想相信我的情并不假，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谢谢，太棒了啊！哇哦，黄小琥的声音总是有一种磁性，带有沧桑感。经历过爱情的人应该都很喜欢听黄小琥的歌，因为总能够对号入座。我想，流行歌曲之所以广为流传，就是因为能够找到共鸣。对，我们去年音乐盛典的成功，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这个音乐盛典不光是我们很多听众心目当中自己的音乐盛典，同时它也是我们音乐人和歌手相聚的一次盛会。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我们今天的四位艺人来颁出我们2018最爱金曲榜的最爱金曲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VCR。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朱明英，大海啊故乡。海正宵，999朵玫瑰。黄小琥，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杜德伟，情人。好，接下来我们就把奖项颁给我们这四位可敬的艺人。恭喜你们！恭喜。每一位都有一首代表作，我相信这些代表作都收藏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好回忆。恭喜各位。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谢谢。恭喜，谢谢，请入座。好，谢谢，谢谢。好，那我想一首好歌除了
歌手精彩的演绎呢，我们要不要忘了他的幕后功臣，他必须有好的歌词，还有好的曲调。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颁出至尊金曲创作大奖，我们来看我们的音乐人有哪一些。最爱金曲榜至尊金曲创作大奖，黎沸辉曾是新加坡著名的创作歌手，本届金曲榜入围的《爱如潮水》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细腻捕捉让这些歌曲都附上了情感的灵魂。许常德资深音乐制作人，他创作的《如果云知道》《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成为了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唱出了爱与被爱的无奈与挣扎。张全富中国内地第一个流行音乐原创组合新空气创始人，他创作的《爱情鸟》令无数人跟着哼唱和摇摆，他写的《我想去桂林》已令人想起曾兑现过的承诺。毕晓世著名金牌音乐制作人，杨钰莹的《轻轻地告诉你》，那英的《山沟沟》都出自其手，成为了当时传唱度极高的金曲。陈小琪中国知名词曲作家，代表作《涛声依旧》自问世以来风靡海内外并久唱不衰，成为大陆流行歌曲的经典作品。好，恭喜我们各位老师，现在我们来恭喜各位站在舞台上的，都是我们的幕后英雄，他们是我们的歌曲创作者。我相信好听的音乐是我们最温暖的陪伴，所以特别恭喜各位创作者，也再一次感谢你们，希望你们给我们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我们很期待。恭喜恭喜，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其中的三位留步，张全富老师、毕晓世老师还有陈小琪老师，另外两位我们请入座，谢谢。谢谢、啊、恭喜恭喜。来，我们三位老师有请。说到这三位老师，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他可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代音乐人啊，非常的了不起。所以下面呢，我们是不是来通过照片，对、啊、我们今天准备了一组照片，我们和三位老师以及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内地流行乐坛的启蒙年代。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好，首先这张照片呢，是我们改革开放第一个内地的组合新空气。我特别想问一下毕晓世老师，那个时候我们内地是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原创音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怎么会想到成立一个原创的组合叫新空气的？首先感谢 SMG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Love Radio。其实我刚刚要说一下，不是没有原创，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只是原创还没有那么多人去进行，只是新空气原始的动力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歌曲，让我们的创作，让我们的音乐让更多人能听得到，让更多人加入到我们的原创队伍。好，谢谢毕晓世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张照片。说到这个爱情鸟啊，我们都很熟悉啊，林依轮唱的歌，这可是我们张全富老师的得意之作了。这张照片是哪一年？林依轮好年轻啊。应该是很早了啊。那我想问一下张全富老师，当时这个歌怎么会交到林依轮的手上由他来演唱的呢？因为当时内地刚开始有本土的创作自己的歌，因为之前都是几乎都是听台湾港台歌曲，结果接到任务以后，我就当时制作林依轮的时候，因为他个性很活泼，所以平常感觉他性格就快乐跟个鸟似的，所以我就一定要给他制作一首鸟歌，所以就写了《爱情鸟》这首歌。谢谢张全富老师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张照片。中国唱片广州公司，这个照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好多、就是我认识陈明、甘平啊，对，还有其他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陈老师，陈小琪老师介绍一下。首先声明一下，我那些照片是垫高了的啊。您不说我们真不知道。没这么高大威猛啊。
然后呢，这照片是1993年，当时在北京，因为当时92年我们成立了中唱广州公司企划部，是中国第一个企划部，后来就签了一批歌手，那么这包括这上面的四位歌手，第一个签的是甘平，第二个是李春波，那么第三个是陈明，第四个是张萌萌。后来93年呢，就我们带着他们到了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叫中唱广州公司的歌手推介会，啊，当然在那一次呢，后来没想到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媒体几乎全部都过来，包括人民日报等等都过来了。那么在整个活动就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活动，后来变成一个大事件，就等于说把全国的整个的造星工程吧，都全部给推动起来了。好，非常谢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其实陈老师特别的介绍哈。对，其实90年代的时候，广州分公司都是带着艺人、带着歌手四处去推介的，所以我们也特别谢谢这些幕后英雄，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歌手，听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相信好的音乐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默，经典的永远都会被人铭记。再一次恭喜你们，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三位老师，谢谢。好，请入座。好，谢谢。今年是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砥砺前行的改革开放之路，为我们的中国流行乐坛注入了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我们的流行音乐也是作品不断。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歌手于峰和 XL 组合为我们带来一组改革开放的金曲串烧，让我们一起通过这些作品向那个年代致敬。Yeah.
谢谢 XL 和于峰。刚才呢，我们说过了内地原创的音乐之后，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他其实呢是我们半个上海人，因为他的妈妈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名歌手张璐女士，代表作就是那首脍炙人口、热烈奔放的《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而他很好的延续了那一份独特、前卫和大胆。他的演唱会让人血脉喷张，他的舞姿让人神魂颠倒。接下来，让我们请出 Alex 杜德伟为我们带来《钟爱一生》和《情人》。上海的朋友们，晚上好。小虫老师在现场吗？我想借这个机会特别谢谢你，因为在91年的时候，你送给我这一份礼物，这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钟爱一生》这一首歌。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清醒，用我最需要的温柔，在我还能浮在你的爱，钟爱我一生。 Oh my love, my love, oh, 在我还能浮在你的爱，钟爱我一生。谢谢你们。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 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感动，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有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不言中。Girl，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漠，大部分的时候我不够温柔。Girl， 我强烈感到时间不够，想牵着你的手对抗寂寞。谢谢 Alex 杜德伟的精彩演绎，谢谢。103.7是全国第一家播放立体声广播的电台。到了2005年，我们有了新的名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金曲调频 Love Radio 103.7。这个24小时不间断为大家带来金曲的频率，承载了许多听众的日常，从出生到搬家。到结婚到生子，俨然成了我们出门在外的另一个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精彩的竖琴表演，稍后齐豫会为大家带来他的代表作品《橄榄树》和《梦田》，让我们共同期待。
上海的朋友们大家晚安。会唱橄榄树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一块唱好不好？你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
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啊、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几粒花，开几粒花，三毛的词，李泰祥的制作，加上奇遇飘逸空灵的嗓音，橄榄树带给我们的已经不仅仅是音乐上的享受，更多的是义无反顾的执着和对追求自由灵魂的勇气。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奇遇。这里是2018上海农商银行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股音乐盛典，让我们精彩继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校园民谣的代表歌手叶蓓为我们带来《B 小调雨后》，掌声有请。晚上好。一些些夜照满清寒的夕阳，一双双啊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远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啊断了心肠的流亡，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对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沿着背影的去向，两句话可以掩饰的慌张，两年后可以忘记的地方，我的心就像西风老树下人家池塘边90年代的校园民谣是许多人心中的青葱岁月，抱一几把吉他坐在草地上弹奏的每一个和弦都是炽热的青春，
唱出的每一句歌词都是心中最渴望的表达。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叶蓓，带来好听的《B 小调雨后》。那么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歌手成龙带来歌《物是人非》的全球现场首唱，也会听到铁肺歌后彭佳慧带来《走在红毯那一天》，以及顺子的《回家》，还有张信哲、小美、江美琪。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舞台。民俗的浪漫，护衣用金纺，让衣物持久芳香，点滴精致源自你身，金纺。对音乐盛典的现场，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2018 Love Radio 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好，接下来我们的荣耀时刻呢，要给我们的歌手和音乐人来颁奖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VCR 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奇遇橄榄树，叶蓓 B 小调雨后，恭喜恭喜奇遇，恭喜叶蓓。来，我们给我们两位著名的歌手啊，来颁最爱金曲奖。恭喜两位，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恭喜两位歌者。恭喜，谢谢。好，谢谢谢谢，请入座。好，谢谢。好，颁过了我们的歌手，接下来我们要颁至尊金曲的创作大奖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VCR 最爱金曲榜至尊金曲创作大奖，陈子鸿，歌坛产量极高的歌曲制作人，张信哲的直觉，戴佩妮怎样由他操刀写就成为传唱精品，袁惟仁，知名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1998年为那英写下征服，唱红了那英，也征服了大众。陈彼得，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词曲人，他能静能动，既能写出悠扬的《一剪梅》，又能轻快地唱起《阿里巴巴》和《迟到》，是华语流行乐坛的常青树。我们再次恭喜陈子鸿老师、陈彼得老师、袁惟仁老师，恭喜你们！我们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也期待着你们为华语乐坛做出更好的作品。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三位音乐人。两位陈老师先请入座。好，袁惟仁老师请留步啊。来，中间请。袁惟仁老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现场看到你啊。嗯。接下来我们稍微的采访一下。嗯。其实说到这个袁惟仁老师，我最熟悉的一首歌就是听袁惟仁弹吉他。哦。这个歌呢，一开始我还真以为是袁老师自己写的，没有想到后来呢，据说是您的一位邻居，是一个80后的音乐人啊，叫张简，这个军伟特别写的一首歌。嗯。然后呢？S.H.E 又录了这首歌，我很想知道 S.H.E 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联系你啊？哎，坦白说，这歌我是要求他们三个来唱，因为当时我是他们的制作人。不过在这边也特别趁着这个机会，谢谢他们三位把这首歌诠释得非常好。是。而且现在张简军伟很厉害，对啊，包括《寂寞寂寞就好》的很多歌都是他创作的。对对对。那我对于袁惟仁老师来说，我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英的征服》，但是作为专业 DJ 来讲啊，有点孤陋寡闻。我到很后来才知道，这首歌不是写给娜姐的。最初，最初是写给一位港星袁咏仪。袁咏仪，大家都没想到哈。是是是。然后当时唱片公司的高层听到，刚好那英也在准备专辑，他们就觉得这个歌特别适合那英。我也在这边谢谢袁咏仪跟那英。那后来袁咏仪有没有再问你邀歌？没有，后来袁咏仪对，主要还是在拍戏嘛。好，谢谢袁惟仁老师。谢谢谢谢袁老师。掌声，谢谢。恭喜。张明，你看，我们知道了歌曲背后的故事，再来听歌，就会赋予歌曲新的生命力了。对对对，我想我们 DJ 呢，一般在电台里面最喜欢这样了啊。那接下来要登场的，绝对是今晚最最重量级的一位嘉宾了。
说到这位嘉宾，他今天来到现场，我还真觉得非常的意外。为什么呢？因为他拍戏非常的忙，所以呢没有时间。但他说他要实现自己的音乐梦，就一定要来到上海，来看看我们 Love Radio 103.7的听众朋友们。说到他，我第一反应他是一位功夫巨星，但是他都亲力亲为，很少用替身，而且他绝对是我们所有华人的骄傲。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国际巨星、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歌手成龙大哥 Jackie Chan。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年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哦，大家好，大雄好，徐夫人好。双手
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谢谢，谢谢，谢谢成龙大哥，谢谢，谢谢，哇，今天也谢谢欧姐、魏允熙，谢谢两位，见到成龙大哥太开心了。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来，两位。成龙大哥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啊，大家都实在是太熟悉了。是，我相信也唱出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啊。对，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给这首歌先颁一个奖。是的。我们来请大家先关注 VCR。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成龙，《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给成龙大哥恭喜。好。成龙大哥，我知道这个明明白白我的心啊，大家太熟了，我在 KTV 里面也经常唱这个歌啊。然后我知道这是你第一张专辑第一次里面的一首歌，第一张专是第一张吗？国语唱片，第五首歌啊，第五首歌。那今天你已经很久没有拿唱歌的奖了吧？唱歌的奖对我来讲真的少之又少、啊、电影的奖拿很多。张老师，你要不要先颁奖？对对对，好不好？太激动了、啊、这个很沉重。来、成龙大哥先拿这个奖。哎呀，谢谢，我们掌声送给成龙大哥。谢谢谢谢，其实真的要谢谢你们。好，真的这首歌我记得是27年前李宗盛有一天跟我讲，哎大哥，我昨天在厕所写了首歌很好真的，我说啊，他明明白白我心，对你来讲，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很简单，就是明明白白我的心，他就这样子。我说哦，这个比较容易一点，想不到27年后可以拿到奖，谢谢李宗盛。最重要的谢谢所有你们喜欢这首歌的人。我们今天好多 Love Radio 的听友都来听你唱歌，也谢谢 Love Radio。好，好，谢谢成龙大哥，先请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先请休息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给我们成龙大哥这次带来的新人也来颁一个奖。我们在颁奖之前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好吗？最爱金曲榜，影视金曲新锐奖，魏允熙。刚才大家也已经听到他的实力的唱功了，对不对？魏允熙颁一个奖啊！谢谢，恭喜恭喜！谢谢，最爱金曲奖。哎呀，有我的名字，谢谢谢谢。也希望允熙之后有更多的好作品带给我们。谢谢谢谢。好，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允熙，稍事休息一下。谢谢我的粉丝们，谢谢，谢谢允熙。好的，接下来各位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首次在我们 Love Radio 最爱金曲榜颁发一个非常具有分量的奖项，那就是影响力大奖。我们请看 VCR。中国功夫电影的代言人，他当之无愧，用最忘我的努力，在影坛功成名就的他，更在乐坛持续的发光发热。尽管我没有特别的要去当歌手，但是确实这么多年来我唱过很多歌。他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银幕英雄，更是一个中国人面向世界舞台的榜样。This is my China, my country. 最爱金曲榜杰出影响力大奖，成龙。在场的所有来宾，再次用最为热烈的掌声，让我们隆重的请出。成龙大哥，有请！这也是我们今晚分量最重的一个奖项，恭喜成龙大哥！恭喜成龙大哥啊！哎呦，刚才那个片子，我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好，张老师，你先颁奖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对对对，我看到成龙大哥，我就要忘记颁奖了。来，这是我们全场分量最重的一个奖项。哇，谢谢谢谢！最具影响力大奖。成龙大哥，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拿了这个最具影响力大奖，先说几句吧。我拍了
五十几年电影，唱了三十几年的歌，我真的很喜欢唱歌，但是拿这种唱歌的奖真的少之又少。这个奖很漂亮，但不管怎么漂亮也不够所有听众们的耳朵、观众们的口碑。我一直走到今天而拿到这个奖，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谢谢全世界的影迷、龙吧龙迷、龙粉、喜欢看我电影的人、喜欢听我歌的人，真的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不离不弃。我会继续拍好电影，唱更多不同的歌给你们听。再要谢谢 Love Radio 给我这个奖，谢谢。好，谢谢。其实说到成龙大哥，虽然他一直忙于拍戏，但他真的是没有忘记他的音乐梦想，所以呢他又出了自己的最新专辑。然后这个最新专辑呢，今天他要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物是人非》。其实我刚刚看了这个歌的 MV 的时候呢，我就眼泪夺眶而出。是，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太多啊。那我想成龙大哥现在四海为家，经常在外面拍戏，可能也会经历太多的离别，所以我想在今天能不能在演唱这首歌曲之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录这个歌的感觉，而且你。里面也落泪啊，很少看到成龙大哥落泪 唱片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个人不同在现场拍戏，有几百人陪着我，唱片就是一个人躲在一个房间，而且你不是唱以前的新版的明明白白我的，不是，而是这个唱片是整个是一个故事，我的成长、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父母、我走掉的所有。唱这首歌几首歌，我一路唱的时候都是在哭的。物是人非是我最近这几年走到的朋友，一个不经意的说再见就永远不见了。说回来北京跟我吃饭就走掉了，这边去送一个病当场又走掉一个人。我觉得，所以我说我要出这个唱片纪念我所有走掉的人，我的朋友，我一些的事情，我曾经没有谢谢的人，以前不好意思开口的话，都在我这个唱片全部表现出来了。所以那些感恩的话，对对对，那些可能错过的人，有时候说话你不好意思，可以从歌或者一封信你可以表达很多事情。所以唱这首歌，每一首歌，你们每一个月我推出来的歌都是有故事的。对，没错。那么我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是成龙大哥今天来全球现场首唱这首《物是人非》，由王平九作词、赵嘉玲作曲的作品。你们的掌声在哪里？有请。好，谢谢，有请成龙大哥啊！谢谢，谢谢。让我静静地唱这首歌。山丘，高楼与谁上？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留。孤影人守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庭余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雷势催聚悲愁更愁，苦短人生几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湿春衫袖，高楼与深巷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一人守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痛，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庭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举杯愁更愁，苦短人生经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休。这首歌送给我爱过的已经走的了，还有可能这一辈子再见不到的人，也送给大家。今天我们在这边相聚就是缘分百年休，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多年来的支持，谢谢谢谢谢谢，再次谢谢成龙大哥辛苦了，也谢谢你们热情的掌声。哇，这歌好感动哈、啊！听了以后很容易让人落泪啊，这就是歌曲的魅力啊。你今天的任务很重。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位歌手了，这也是一位超有实力的歌手，我们叫他铁肺歌后，他的英文名字叫 Julia 啊。我记得在去年我们的音乐盛典举办第一届的时候呢，有一幕让我很感动，就是周蕙登场。然后周蕙呢通过视频看到了很多他的朋友对他的祝福，然后其中有一位就是 Julia 彭佳慧。是、啊、那我们今天真的太开心了，我们在一年之后竟然彭佳慧出现在了我们音乐盛典的这个舞台上面啊。你知道去年我在侧台，我看到那一幕我的妆都化了，所以特别的感动，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最爱金曲榜的魅力。我记得彭佳慧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她人生最最失意的时候，有这样一群朋友要她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如今她可以很骄傲地对她三个孩子说，妈妈用20年坚持做一件事，那就是用心地唱歌。接下来我们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彭佳慧。有请 Julia。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为大家演唱这首歌《喜欢两个人》，谢谢。每夜要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我单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灰泪爱毁了，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我不想让还是相爱，像一生不为热闹，喜欢两个人，
希望大家喜欢。
知道你好奇，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远，只剩下我，只剩下你还继续孤身一等十八年。有些事情没有人我了解，我不想人老珠黄再被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脸，微笑中留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带上幸福的结，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愿。是这世间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到那天他的良心才会发现，女人啊要找个真诚的男人哪有那么难，真有大家，谢谢 Love Radio， 谢谢，谢谢，谢谢彭佳慧为我们带来，谢谢 Julia， 非常棒的一首歌，好感动啊！大家有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歌整个的配合非常的棒啊，很有气氛，非常的浪漫。是的，我相信各位都是我们 Love Radio 听众，是不是？是 Love Radio 听众喊一下给我听听看。好，那大家也知道，我们是从2005年8月8号正式叫 Love Radio 的，而且呢，我们一直有一句口号叫做“爱要大声说出口”。所以呢，我们 Love Radio 103.7在早安新发现的这个双休日的节目当中，特别开辟了点歌送祝福、传情达意啊。然后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收集了很多动人的故事。那这次我们在 Julia 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选择了其中的一则故事，然后呢，会把这则故事当中的两位当事人请到了我们的台上，就是我们台上现在站着的两位哈。所以他们是我们真实的听众哦。我们想今天跟他们一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对，首先呢，我要请我身边的这位非常漂亮的啊新娘打扮的啊我们的 Lady 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是谁。大家好，我叫潘伟吉，旁边这位是我的先生陈磊，我们俩是高中同学，相识已经有15年了。我记得差不多是2年前的一天，我的闺蜜特别神秘地打电话跟我说，你有听今天早上103.7的早安新发现吗？有个老同学给了你点了一首歌。当时我半信半疑地打开了阿基米德 APP 去回听了当天的节目，听到了一段留言，他说，我叫陈磊，我想点一首张学友的你最珍贵给一个女孩，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她，10几年了，却从来没有勇气当面告诉他。今天我想借点歌的机会去告诉他，你就是我这辈子最特别、最珍贵的那个人。当时听完，我整个眼眶都已经湿了，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个人10几年的去守候自己，所以后来我就成了他的女朋友。而再过4天，也就是9月30日，我将成为他的新娘。大
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刚才准新娘在讲话的时候跟准新郎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嗯，其实我跟张明都主持过早安新发现，我们也知道我们节目其实点歌的人特别的多，特别踊跃。刚才新娘一说，我顿时就想到了那一条，因为其实我们要在那么多的留言当中选出来，你不打动节目组没有办法在周六播出。对，一定是一个非常感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里头。我想特别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这位陈先生，你还记得当时的景象吗？当然记得，当时在留言的时候就在祈祷，希望我老婆可以在电话的那一端可以听到我这样一个真情的告白。喜欢我老婆很多年，今天在现场希望用彭佳慧老师的一句歌词送给我老婆，那就是有你是我一生所愿。啊，太感人。谢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新娘哈，小陈，你刚才说在高中的时候呢你们就是同学，在高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呢？然后呢，高中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跟他现在这个样子有很大的区别吗？高中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是最大的一个细节，就是一下课就抱着一个篮球去操场，跟在教室里完全是两个人，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爱运动的男孩子。嗯，其实你发现吗，张明，每年在我们 Laredo 的舞台上都会有新人求婚的环节。对，去年的赵咏华唱着最浪漫的事，今年的彭佳慧唱着走在红毯的那一天。那我觉得既然是我们 Laredo 听众，所以各位啊，你们一定要坚持收听我们 Laredo， 说不定明年在最爱金曲榜的舞台上就会看到你们的亮相。我今天我们是很有诚意的来的。对，而且呢，今天这两位新人站在舞台上，我代表全场的观众也要跟你们说，我们也要给你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啊！这个惊喜是什么呢？我们想请全场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是杨永清手里面的一个特别珍贵的礼物，这个礼物今天就要由我们的新郎给新娘特别佩戴上。这个礼物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是由我们钻石小鸟特别提供的月光女王1.7克拉的铂金钻戒。1.7克拉，钻石小鸟特别提供啊！我都不太敢多拿几分钟。对呀，所以呢，这么珍贵的礼物呢，我也很想看看我们今天的新郎是怎么样把它戴在我们新娘的手上的。我觉得不能太平常哦，你们应该想想看怎么样的方式戴在他的手上，更有仪式感一些。对，要有仪式感。我们全场好的朋友们也响起掌声，好不好？来，我们来祝福一下啊，看看这个当场啊佩戴铂金钻戒的仪式的感觉。哇，我们要退后一点。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小陈告诉我这个戒指戴上去此时的心情怎么样？还合手？只要是老公戴的怎么样都是合手的。很合适。有什么话想说吗？对对对，因为这个真的也价格不菲。对，这么一个啊，1.7克拉呀，我们现场的朋友都叫起来了哈。其实我这次是偷偷瞒着我老公报名了 Love Radio 征集婚纱照的活动，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带他来现场看最爱金曲榜，因为有很多我们共同喜欢的歌手。但没想到等待我的是更大一个惊喜，所以非常谢谢 Love Radio， 谢谢最爱金曲榜。我一直记得应该 Love Radio 有一句话说，爱要大声说出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藏在心底的爱表达出来，和我们一样收获自己的幸福。哇，你要不要拥吻一下好不好？来，再给他一点掌声。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要有一个特别甜蜜的时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来，我们掌声热烈一点啊！祝福你们，好，祝福你们的爱情长长久久，甜甜蜜蜜。也再次感谢钻石小鸟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谢谢两位。好，谢谢谢谢。好，记得给我们吃喜糖哦。我们也希望今后多多的来关注啊他们的这份漫长浪漫的爱情。谢谢谢谢，稍事休息一下。其实他们两个人真的很幸运哦，因为能够在居里啊彭佳慧的这首歌曲当中走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又会有一首歌曲迎合上去，非常的应景。这首歌真的很应景，因为下面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先生登台为大家演唱《亲密爱人》，有请小虫。
上海的朋友，大家好，晚安。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最是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谢谢你们常常听到我的歌，常常我听到我写的歌，但我真的是很不喜欢站在台上唱歌的人，所以很少出现在一些唱歌的场合。今天非常开心 Love Radio 找我来，希望今天唱歌表现得还可以，给我一点掌声吧，谢谢你，谢谢。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最是真的不同。也许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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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小琼老师啊，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这首歌《亲密爱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歌呢，也是他为梅姑梅艳芳啊特别创作的啊。那我一直觉得情歌这个东西啊，它一直是叙述爱情最美好的语言了。那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请出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他有一个很漂亮的英文名字叫 Maggie 啊。那么我记得 Maggie 江美琪啊，在他的歌曲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语录，那就是岁月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是那相伴相许的美好。那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他的歌声一路伴随着我们非常美好的走到了今天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循着他的歌声一起回到那一段最难忘的青葱岁月，我们有请江美琪为我们翻开那年的情书。Hello，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听见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光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丢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才上面，你在别处都得到。你们手上是不是有一个手指灯，点过去的时候点亮你们的灯好吗？一二三，好美哦。还有台上的朋友，我好像在星空里耶。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丢了心微笑，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删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得到。心之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脏人
会唱也可以跟我一起唱。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在一万英尺的天边，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爱上一首歌，不仅因为它的优美旋律、动人歌词，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你恰好也有相同的故事。再次把掌声送给小美江美琪带来的精彩演绎。在 Julia 彭佳慧说，她用了20年的时间来唱好歌曲。今天卢卡斯要用一整晚的时间来好好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是优酷视频。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歌手，他拥有非常迷人的嗓音，能够千回百转唱到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此时此刻，最亲爱的他就在你的身边，请握紧他的手，一起来聆听顺子为你们写一首歌，掌声有请顺子。
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惊喜，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那对我来讲，家是无论何时我都可以全身而退的一个大后方，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在我替孩子或老公开门的那一刹那，这个是最温暖的时候。家就像是端午节爸爸包的粽子，家是我想要去做饭的一个地方，因为会有烟火气息。宝贝，你告诉妈妈，家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地方？玩游戏。除了这些呢？除了这些，吃你做的饭。真的？家庭的话，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一种付出。家是一个生命延续的地方，只要他在，还有儿子在，走到哪儿都是我的家。爸爸妈妈在就是家，家人所在之处便是家园。上班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宝宝动啊踢啊，就会很想家。我觉得宝宝也是想家的。看到那些出生的新生儿，这个时候也会特别的想家。每逢在外面飞航班，特别是生病的时候，特别怀念妈妈熬的梨汤。而
儿子，希望你也懂得就是回报父母，懂得感恩。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健健康康的。我想跟妈妈说别就干活了，一直在家里盼望。想和爸爸妈说一句话，希望他们不要老，慢一点老，等等我。爸爸，我希望你可以早日的康复。我想对我老婆说一句，你去睡觉吧，剩下的活我来干。我爱你。我也爱你。应该说自己嫁对的人吧。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谢谢，谢谢顺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谢谢顺子给我们带来的回家，家是我们心中最向往的地方，家是亲人团聚的地方，家是在我们疲惫的时候最想要回归的地方，家是在我们无助的时候有人拥抱的地方，更是爱一直存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音乐盛典可以给你们的小家送去快乐、温暖和感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2018 Love Radio 103.7 最爱金曲榜的音乐盛典。接下来的荣耀时刻，我们将继续颁发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请看 VCR。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顺子，回家。回家。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航天旗，黄土高坡，张信哲，直觉，爱如潮水，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啊，恭喜我们这几位知名的歌手啊，获得了我们的2018最爱金曲榜的最爱金曲奖。来，我们给他们颁奖。来，顺子，恭喜啊！恭喜恭喜各位！刚才我们已经听过江美琪、顺子、彭佳慧的演绎，对，恭喜你们获奖。航天旗和张信哲，我们还没有听到你们的歌。谢谢。对，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再一次恭喜各位，各位的每一首歌曲都让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恭喜各位。我们一一来采访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好，张信哲，阿哲，你要干嘛？我本来是要移步过去的，但是因为真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合适不合适。我是听着你的歌成长的，我是听着你的歌谈恋爱的，真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青春里面都有阿哲的一首歌，所有的人都觉得阿哲的歌百听不厌，而且越听越有味道，越老的歌越经典。对，今天获得这个奖，有什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吗？你应该获奖无数了吧？没，我还是真的非常开心，真谢谢Love Radio 这次的邀请，然后当然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对于你刚刚说的，其实听着我的歌长大，其实是我的荣幸，因为我觉得一个歌手他的歌曲能够陪着大家走过他的生命每一个阶段，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是他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阿哲这个呢，我已经碰到好几次了啊，大家都这么说。阿哲，我就觉得其实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你不觉得唱歌的人都青春永驻吗？对，而且我觉得作为歌手来说特别幸福，就是每一次万人大合唱的时候都很有成就感，是不是？哎，航天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感言。好。特别的开心，今天能够跟大家有这么多人在这里聚会，同时呢，我有一个最爱金曲奖参加这个 Love Radio 今天的这么一个非常隆重的这么一个大型的音乐会，也特别开心看到这么多观众。在上海我也是特别开心，因为我生在上海。对，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航天旗虽然唱以前唱西北风，他人还真在上海。那你上海话会得讲吗？上海话会听。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简单的说，大家好，大家好。好，我们这边彭佳慧，我觉得应该很多婚礼上都能够听到彭佳慧的歌。通常送给新人的祝福都会提到彭佳慧的歌，所以其实听到你的歌，看到你这个人就觉得很幸福。谢谢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拿到 Love Radio 这个奖，谢谢你们，然后也谢谢今天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我超喜欢上海，好想住在这里，以后常来，希望明年还可以获奖。好不好？对，而且今天 Julia 你在唱这个走在红毯的那一天，我们还真的有一对新人哦。
你激动啊，非常激动，对吧？很幸福的感觉。对，我非常开心的看到你，因为去年你真的让现场很多人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周慧的那一幕。谢谢，啊，谢谢您。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是顺子啊。顺子，哎，嗯，哇，顺子一点变化也没有，还这么漂亮。哎呀，哪里，嘴巴太甜了吧？主持人啊，没办法。有什么样的感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很开心，因为这种的大的演出。嗯，让我们也可以在后台也碰到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从以前的。其实说到顺子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每到我们过节的时候呢，您的那首《回家》我们都是必播的。对呀，啊。这个歌大概已经播了无数次，我估计您在台上大概这个歌也已经唱了无数次了。哎，你有数过吗？这首歌唱了多少遍了？我没有数过，但是我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说，嗯，就算如果我是要看 Michael Jackson 唱歌，嗯，他不唱他的经典的，因为他说他唱腻了，那个就不专业了。我也希望可以看，嗯，所以我尽量每一次回家唱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许，就是让大家感觉到我没有唱腻，因为歌是活着的。对。那今天晚上这整个瞬间再也不会重复了，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屋顶里面，是我们的 private party 给 Love Radio。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歌手来讲，最高的境界就是每唱一回都是一个全新的感觉。对，不管你有没有唱腻，反正我们是听不腻的，对不对？好，接下来是小美江美琪，真的很久不见了，大家都很想念你，因为我们每次播歌都在想啊，现在小美怎么样了，她最近的情况好吗，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样了好吗？虽然我是那个失恋的代表者，因为很多失恋的人都听我的歌，但是我希望在我的歌里面也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温暖跟力量，当然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那现在我也就是也结婚当妈妈了，然后年底有新的作品要发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然后谢谢 Love Radio 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奖，虽然这个奖很沉，可以当那个来练一下 muscle， 但是我觉得心情是很轻松很开心的。谢谢，谢谢，恭喜，谢谢。哇，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对，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在开心的时候也好，或者是难过的时候，都会想到选择其中的歌手来听他们的歌曲陪伴我们，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的温暖和感动在心里。好，那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些获奖的歌手，过一会儿我们还期待我们阿哲跟航天琪要为大家唱歌哦。准备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哇，特别期待阿哲可以带领我们现场万人卡拉 OK 的感觉。那一定的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颁另外一个奖项了？对，接下来我们继续要颁发的是最爱金曲榜的至尊金曲创作大奖，请看 VCR。最爱金曲榜至尊金曲创作大奖，小虫。知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他的音乐风格千变万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可以抱你吗？经久不衰，为梅艳芳创作的《亲密爱人》更被誉为情歌经典。向雪怀，从事音乐行业超过20年，于音乐创作上不遗余力，经由他负责监制的唱片。全球销量更超过1000万张。王平九享有新主流词作家的美誉，其创作的《生死不离》更是鼓舞了很多人不离不弃，生死不离。赵嘉林，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2014年为筷子兄弟演唱的《小苹果》编曲，成为了上至矍铄老人下至青葱少年都津津乐道的经典。好，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今天的这些音乐人来颁奖了。恭喜各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作品，给很多的优秀歌手写过歌曲。恭喜获得我们的最爱金曲榜至尊金曲创作大奖，恭喜各位。好，我们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离不开你们的努力，我们一一来采访一下，说说此时此刻的感言好不好。非常感谢 SMG 还有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Love Radio 103.7，对，很久没有拿奖了，超过十多年还没拿奖，
再打掌，很大的鼓励。其实说到这个向老师呢，我们今天还预备了他的这个照片啊。其实向老师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吧，好不好？好，那过一会儿吧，我们请向老师来继续给大家来讲述一下。那下面我们再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著名音乐人小虫老师啊。小虫老师给大家写过非常非常多的歌，那么今天第一次站在我们的这个颁奖的这个舞台上，能不能对所有喜欢您的歌迷朋友们说几句话？大家最期待您说几句话了啊。我真的还蛮惊讶 Love Radio 还记得我。当然记得。因为其实我在1983年创作的第一首创作歌曲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开始奠定了我创作生涯的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应该35年了。我是1983年生的，你暴露我的年龄。没关系，其实大家常常在卡拉 OK 或者是什么电台或者什么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两个字。很多人很好奇这个两个字为什么会是我的笔名啊。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名字是我小时候的小名，家里面人叫的。因为当初发表第一首歌的时候呢，我非常怕同学会看到，就说哎，我的本名叫陈焕超嘛，如果被看到的话，我去学校或者去干嘛的话一定被耻笑，所以我就干脆把我的小名给放上去了。但是这个名字现在比我的本名还红。对，我没想到。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除了感谢 Rap Radio 这次邀请我来献丑唱了一首歌拿了一个奖以外，我要感谢全国的全世界的观众朋友对我的喜欢的这些歌迷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非常感谢。好，谢谢。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小虫老师，我因为看过很多你的作品，我一直在想，哎，小虫老师长什么样子？哦，原来是这么儒雅的一个男人，恭喜你获奖。我跟你说，很多人说，哎，那个大佑啊，啊，李宗盛大哥，我们不是并列的大中小各一个台湾三大制作人吗？那你为什么都没有出来开演唱会呢？我说，其实我是一个唱得很难听的人，而且长得不好看的人，所以我就算我在幕后吧。谦虚了，谦虚了。好，来，大家好，我是王明九。那个上海应该是我的福地，因为在上海期间我，尤其在世博会期间，我写了很多歌跟上海有关系，包括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跟世界啊、城市啊，都在谢谢上海。谢谢。好，大家好，我是赵嘉玲。今天呢，能够和歌坛华语乐坛这么重量级的一些老师一起领这个奖，我是有点受宠若惊的。所以我别的不多说，我只有就是继续努力创作更好更多的歌曲给大家。谢谢。好，加油加油。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些音乐人啊，请入座。我们请向老师稍等一会儿。好的，那么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最爱金曲榜的音乐盛典的现场，我们稍后精彩继续。好，我们来现场采访一下向老师。其实向老师做过很多的作品，我们可以通过几张照片来了解一下向老师。好，我们来看一组照片。啊，张国荣哥哥，我知道向老师其实给很多的歌手，比如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都创作过歌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谭咏麟《一生最爱》，大家都会唱。您和张国荣关系这么好，但是给他创作的歌曲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宝丽金做制作人，我帮很多歌手写，已经写很多歌，因为已经不太适合帮其他公司写歌。因为我老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哎，你帮他写的歌挺好啊，留给自己歌手吧，所以我以后不敢写。好，因为但是其实张国荣跟谭咏麟是很好的朋友。那个照片就是我们宝丽金庆功宴的时候，张国荣特别过来一起喝酒，喝到你看脸都红了，是这样。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张照片吧啊。
哇，这张照片我们向老师好年轻啊，那个时候还很瘦啊。当时好像应该是在宝丽金里面做录音师吧，旁边的这位大家都很熟悉，邓丽君。我听说你当时是给邓丽君录音，邓丽君听您好像有介绍说你特别佩服她的唱功，然后她很喜欢避风塘，你们有的时候还一起到避风塘里面去吃夜宵，有这么回事吗？邓丽君很好的，她这个小孩挺好的，因为她比我小一点点，但是她做很严谨，他其实能做他的录音师是挺难的，因为他很怕有人在。现在我们在上海经常能吃的避风塘炒蟹，都是在铜锣湾的避风塘。邓丽君最爱宵夜，就跑到避风塘里面宵夜。嗯，因为避风塘里面呢很奇怪的，他首先去上那个艇吧，自己的艇，然后呢首先是卖水果跟。汽水啊啤酒这些艇先过来，你点了水果饮品之后呢，就炒面啊炒蟹那些艇就过来了。然后第三个艇是什么呢？是那个有个艇是唱歌的，然后呢唱歌的女孩呢那个艇进来之后就哎呀你经常听我唱什么歌，当她发现邓丽君在艇上她就晕倒了，差点掉在水里边。但邓丽君是很好的，她说啊你唱一下我听你唱歌，就这样。虽然其实刚才提到的张国荣哥哥包括邓丽君都离开我们这么长时间了，但是真的当他们的音乐再次响起的时候，当他们的光影再次浮现的时候，我们似乎好像又觉得他们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所以真的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可以让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纪念他们，怀念他们。对，我们很多听众说向老师写了那么多的好歌，大家也很想了解啊，就是最近你本人的创作的一些情况，能简单的说几句吗？最近呢就香港回归20周年，那个香港我家呢刚刚过那个20周年，那个共同家园就是大湾区，那个都是我写的。30年前有一首歌写完之后呢没有火的，没有打过榜的，叫《月半小夜曲》。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都懂唱了，在国内。好的，那么非常非常感谢向老师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歌曲背后的故事。其实对于我们 Love Radio 来讲啊，其实大家最想听到的就是能够听到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好，谢谢向老师，谢谢向老师。谢谢，恭喜恭喜。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的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那么我们的这些朋友当然都是我们 Love Radio 103.7最忠实的听友。我看看经常听我们 Love Radio 的听友，你们举举手，让我看看到底现场有多少人是支持我们的103.7的。哇，好多。王冠，你平时注意听广播吗？当然我在车里的时候听的都是103.7。你这样问我我当然这么说。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很多现场的观众来讲啊，能够在现场看到我们的音乐人，看到我们的很多歌手在台上为大家来讲故事，来现场的进行表演，感觉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对，我觉得103.7它特别棒的一点就是说它放的都是一些老歌，都是怀旧的歌曲。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想停下脚步回想过去的一些事情，但是从电台当中的音乐里去回味的是不一样的味道。对，如今呢我们京东2018这个上海广播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其实我们办广播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一家传统媒体哦，但是我们也想让现场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 DJ 在我们的电台播歌的时候是有情怀的。我们是希望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分享这些故事背后的这些精彩。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希望透过我们103.7这个电台来多多的感受得到的啊。好的，那么我想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我们下面呢还会有非常精彩的歌曲要为大家来做呈现，比如说阿哲呀还有我们的航天琪啊，都为大家来做精彩的表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盛典的现场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改革开放啊，改革开放我记得在88年、87年这两年当中，我们歌坛又有了一个新的创作的巅峰，那就是西北风。
说到西北风，其实可能只持续了5到6年的时间，但是真的是给我们的华语流行乐坛呢带来了很大的自信心。今天我们也特别荣幸地请到了西北风歌潮的领军人物之一航天奇，给我们带来《黄土高坡》，掌声欢迎。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四季风从坡上
谢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孩子》，献给大家。春天里阳光下杨柳依依，风儿轻桃花红，芳草满庭院。在我相约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名字，轻轻地唱，把你呼唤，那是我心中最美的声音。孩子啊，孩子啊，你是上天的礼物，你是我的期盼，是我的梦幻。孩子啊，孩子啊，你是欢乐的天使，梦中的骄子，希望的春好，接下来我们有请 XL 组合带来小虎队金曲串烧。Hello， 大家好。
里能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挥手，谢谢。小妹，你上班了，亲爱的，是否你也关心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慢了，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把爱情唱作歌。能不能叫你一声慢了，亲爱的，是否你在思念着我？能不能叫你一声慢了，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不敢来找我。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你们一定非常熟悉，小米一起唱。你把孤单消灭，都消灭，全都消灭，从睁开眼一直到哄我入睡，黑天白天听见你的最爱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谢谢。黑夜白天都听见你的最爱，这就是 Love Radio 对你的承诺。谢谢 XL 带来的小虎队经典串烧。这里是2018上海农商银行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股音乐盛典的现场。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感谢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爱奇艺、熊猫直播等等合作伙伴。还有谁的歌没有听到呢？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舞台。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信哲上场。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就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
着你唱我爱你三个字，可以吗？一起来。还有楼上的朋友，谢谢。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情多深，不管爱多狂，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既然很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这首是今年的最爱金曲奖得奖的歌曲《爱如潮水》，一起来。我先到两边来啊，会唱吗？我把话筒一会儿指给你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吗？可以哈，台上的朋友可以吗？谢谢，你们会了我就知道你们可以，对吧？还有后面的朋友，看台上的朋友，一起来啊！当然还有你们。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问结局是喜是悲，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谢谢阿哲，谢谢。谢谢。哇，我已经感受到了无穷的能量哈、万人大合唱的感觉好吗？太棒了。然后作为一名歌手来讲啊，拥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歌真的是一种幸福啊。是。那我们今天的最爱金曲榜的这个音乐盛典呢要接近尾声了，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得开心吗？过瘾吗？要不要一直锁定 Love Radio 103.7 呢？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也要感谢在电视机前、在收音机前收看和收听我们今天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当然还有参与我们整个最爱金曲榜互动的所有的乐迷朋友们，谢谢你们。有金曲的夜晚，有爱的舞台，最爱金曲榜会用不朽的音乐作品与你长久陪伴。感谢每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每一个用心聆听的你。